京剧也被称为京戏，而在台湾也被称为评剧或是国剧。这人之重，你我担量不由。哎呀，军营之重哪里来的担量啊？全凭何物？皓月当我空。京剧要表演的好，念白要抑扬顿挫，做戏要引人入胜，武打要干净利落。唱腔要铿锵有力，京剧在2010年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不过现在在传承上也面临了一些困境。而在台湾，有一位京剧名家，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京剧。今天的百工图就要带您认识京剧之美，还有这位名家的京剧人生。唱腔，要我一山西秀，铁山金，几来芭蕉扇，放的念白。做戏。这四种功夫结合戏剧、音乐和舞蹈，都是京剧演员基本训练，称为城市。我们这个城市是等于要是合情合理合人物的来演故事，以城市来演故事，就是以唱念做打舞包括舞蹈包括武功来综合的一门艺术。随着社会现代化，喜欢看京剧的人少了，悠久文化出现危机。台湾的京剧发展状况，确实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人少，我们真正从事这个行业的后继之力就少，要学戏的人就不多。在京剧除了程式化的基本功夫，要能反映出故事主人翁的人格特质，脸谱功不可没。整张脸没有夸张的线条和图案勾勒，几乎呈现原来面貌。舞台上的铁扇公主和侍女属于旦角，是京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，至于男性称为身角。根据我们古典的那个一些人物造型，就是像是有那个凤眼啊、樱桃唇啊，以及这种男生叫剑眉嘛，女生是脸裂嘛，这种古典的侍女造型来发展而成的。
好，所以它比较就是简单，就是抹白底，然后柔红在面部。请你再往腰后摆点金币天价杀进送。从古代傩祭图腾、唐代面具到清代京剧，将近四千年历史，代表人类性格从单纯到复杂。这项古人的智慧结晶该如何延续，值得后人好好思考。现在就要访问我们的京剧名家李宝春，宝春师傅好。好，大家好。今天访问您很高兴哦，但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您现场唱一段？好，那我就唱一句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很有福气耶！一般都是观众远远的听您唱，我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听您唱，真的是福气。不过也可以看得到您的功力啊！哇，62岁的年纪还能唱出这样的，真的是厉害厉害。对啊，所以现在也有些压力啊，就希望能够多做些表演，多做点事。不过我想，老师您现在这个年纪还能唱出这样的一个歌声哈，我想从小的底子就打得很好。当然了，从小的底子是一方面，到现在来说呢，就是勤练也是一方面。您到现在还是每天不断练习吗？所以每天如果不练的话，就恐怕会走下坡。哦。如果能够保持锻炼的话，训练的话，就能够多维持。现在真的提到台湾的京剧，大家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您。您也到很多国家去演出啊，在这么多国家演出，发扬我们的国粹啊，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演出让您印象最深刻？我们出国演出都会给一种很深刻的印象。这个深刻的印象呢，是什么呢？因为外人对我们的传统艺术的喜爱、好奇、重视，胜过我们自己。国内的就觉得哦，我们的艺术是被很多外国人都认可的，所以艺术东西我们没有白荒废我们的心血。不过宝春师傅，您自己能够发扬国粹啊，我想也跟您的父亲祖父有关，您可以说是家学渊源。从小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对这个京剧的这行艺术呢，就觉得很喜欢。再加上他又是自己家里从祖父祖母到爸爸妈妈都是干这行的，所以就觉得有一种应该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好像继承下来其实蛮好的。所以从小耳濡目染。对对对。不过说到京剧，我们第一个想到大概就是梅兰芳。对，您有看过他的戏吗？我有看过，因为小，所以对梅先生、梅大师的这个印象呢，还是从好像长辈啊，从各方面的听，为什么好像梅大师这么大的名气？我觉得一个大师艺术家的话，如果能够被这么多人公认了，
它一定不是光它的艺术艺德，它还有一种品德。从没看过梅大师发脾气，不容易耶。哦，那说大师从进后台，不管是烧开水的，还是演员，还是家属，还是老头老太太，还是小孩子，大师进后台都会打招呼：“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”他都会打招呼。我觉得我们，现在这个年轻的艺术家们，年轻的一代，我们学习长辈，不是光学那几出戏，我就认为应该多学学，听听他们的为人处事。为人处事，也真的希望社会大众对我们这些青年多给点支持。我们也祝福宝春老师，您能继续把京剧这个国粹发扬光大。谢谢谢谢，好，尽力而为。接下来我就要请宝春师傅啊，不只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啊，也要请宝春师傅来教我怎么学习京剧。京剧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脸谱，所以学京剧的第一步，我就要来学化妆。请问一下，佑轩老师在吗？老师在那边。好，谢谢。佑轩老师吗？你好。你好，我今天要来跟您学画脸谱。好啊。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是要画这个吗？不是不是。那我们今天要画什么？今天要画的叫俊脸。俊脸。俊脸就是生旦净丑里面的生行。哦，那这个是叫什么脸？这个叫大花脸，就是所谓的生旦净丑的净。哦，脸谱它有它代表的一个性格的成分在。那您今天要教我画的是俊脸？对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先把衣服穿上。衣服？对，穿这个。哦，我怕了，怕衣服弄脏。对。那这种俊脸呢，它有几种形式呢？有啊，老生有老生的俊脸，小生有小生的俊脸，那武生也有武生的俊脸，都不一样。哦，比如说像老生就会特别淡一点，那武生的红会比较立一点，那小生就会比较大片，就是红会比较布满脸的位置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他是小孩子嘛，就是比较红润，比较年轻这样子。那像老师，你们自己这样画一个妆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？我们如果快的话，是15分钟。15分钟。可是你事实上，你们除了化妆之外，可能还有的时候还戴一些假头发。要戴我们的所谓的你们所谓的帽子，我们叫盔头。盔头啊。盔头盔的盔。好。好，请呼吸。这样子我们的红就到一个段落。所以现在画眉毛。对，画眼睛跟眉毛。啊，你看你画太粗了。画太粗了。对，你看你两边跟我妈妈帮你画的。好像黑眼圈了。来补救教学。看看，你看两边是不是比较像？你看看这有没有比较？哇哦，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了。对。所以现在我们妆是 OK 了。对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就要去换衣服喽。对。好，刚刚化好了妆啊，现在来到衣箱去要挑一件衣服喽。好，老师要请您帮我挑一件衣服。今天要穿的是这一套哦，很漂亮。那这个的话是哪一个人物呢？穿这一套？薛平贵。哦，薛平贵啊。薛平贵他到西凉国藩邦去打仗，完了以后要回来，已经隔了18年了。他要回来找他苦守寒窑18年的王宝钏。所以他这当中，他回来的路上的这一段过程，他是穿的是这个。所以回来跟去
或其他的细分衣服也都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考究、哦。打仗有打仗的衣服嘛，回来骑马要回家有回家的衣服、哦，后面当了皇帝的有皇帝的衣服。现在我着装完成了，就要开始要学薛平贵了。我现在已经化好妆，也着好妆了，现在开始正式表演京剧了。老师，请您教我第一步要做什么？好，第一步你就先把眼镜拿掉。薛平贵没有眼镜。哦，好好好。好，下一步呢，就请刚才演薛平贵的李幼轩来一句一句的带着你唱。好，我们请幼轩。那幼轩老师就要请您教我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。要学我们京剧之前要练基本功，那基本功最重要也是最辛苦的就是拉筋。拉筋是？对。那平常我们拉筋的时候，在平台上把杆上，我们就腿会放着，然后开始慢慢压慢慢压，压到后面一个程度了，自己的筋拉开了，老师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要求你不用把杆也要把脚抬起来。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啊？就大概像这样子，找好平衡感，手放着，哎，哇，老师你该不会要我做吧？当然啊，要做这个吗？没错啊，老师给自己点压力，来试试看。这个太难了吧。左脚。好，跟着我。好，左脚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好了好了，够了，还没好了，你怎么就那边哀叫了？好，观众很抱歉哦，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，如果做这个动作的话，我会骨折啊，所以做这个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啊。现在郑尚君老师再教我一些简单的动作。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短时间可以练成的，像刚刚那个压腿拉筋，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是出不了功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受得了疼，受得了汗水，受得了那个压力，所以回去慢慢练。我们现在换一样东西，走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四步，进去，重心移过去，进门，抬，跨进去，看这边，对，钻进来。好，所以薛平贵这样就进门了。对，就进了他又矮又小的窑门。好，所以这到此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嘛。咦，试试看。咦，再来啊。呛到了，哦，没事啊，还可以可以，好来好，不用那么急，慢慢来。好，像它是一个转圈的，要转圈。咦咦重点不是转，转是辅助你，咦，让你循序渐进的去往上推那个音阶，嗯，目的不在于，不是，啊，他只是帮忙推上去，他是辅助你，咦，一个推一个高一个，它是一个辅助你的工具。我想这个寒赏真的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做得成哈。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实际先来唱一段一小段？好啊，夫人十八年不见。彼此都不认得，现在都不认得，彼此都不认得。来试试看。我问他
好来，他倒好，他倒好，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那么高，再一次，没可以，你请你的。我问他好来，他倒好，他倒好，再问他您倒我也，倒我也。哎，有意思，有一点点像哈。对 对, 对对对，跟着乐队我们好啊，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请我们的好乐师来给我们来一遍。好，来，请。学京剧真的非常不容易，但是收获也很多，而这个收获不只是技术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态度。因为今天一整天的采访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本来一直要称李宝春老师称为一代大师，但是他一直说不敢当，叫我们称他京剧名家就好了。而私底下跟他的互动也非常的亲切，非常的谦虚，更让我们见证到了一代大师的风范。我真觉得传统戏曲，尤其京剧啊，如果走到无路可走的地步，真的可惜。因为这个行业真的从我的体会来说，它对我从各方面，从我的生活到想法到各方面，从修养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和基础。我觉得学习了解传统戏曲真的让你可以把握自己的什么呢？把握自己的一个生活跟艺术是分不开的。